超大酵母蟹。哎呦，这个酵母蟹啊，看酵母蟹，这个酵母蟹有一斤二两左右。用东港话讲就是得虾透肥呀、啊、蟹味的还买了。然后这个是大蟹心，蟹心就是属于太寒不要吃。哎呀妈呀，哎呦我的妈，有点没花开啊，但也行。待会儿再吃这两个啊，我得赶紧把蟹干扣了，扣个蟹干。嗯，太美味了。